苹果的英语怎么说 ？Apple Apple。小姐姐姐，你说错了，苹果的英语是 Apple。小雪，记住了吗 ？Apple App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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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pple。小雪，你怎么了？熊妹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怎么又说错了 ？Apple Apple。小雪，你太过分了，明天给我加家长。小姐姐姐好奇怪呀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小雪，我做的饭好吃吧 ？Apple Apple。小雪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妈妈，小雪说的是游戏里的语言。原来是这样，这孩子，我们在吃饭呢，怎么只想着打游戏？小雪，咱们先吃饭好吗？等一下再想游戏的事。Happy Baba， 小雪这是怎么了？大宝，是不是你把小雪带坏了？妈妈，你怎么能怪我呢？不关我的事，还不承认？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妈妈不要。Happy Baba， 大宝妈妈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小雪姐姐，你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 ？Happy Bubble。这是什么游戏呀？我怎么没听过？那你最喜欢的零食呢 ？Happy Bubble。是胡萝卜吗？那你最好的朋友是谁 ？Happy Bubble。小雪姐姐，我在问你话呢，你怎么一直说 Happy Bubble 呀？可可，我们找小雪有事，你自己在这里玩吧。大家怎么跑这么快？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呢。Happy Bubble， Happy Bubble。大宝哥哥，小雪姐姐怎么还没好呀？我也不知道。自从我带小雪玩了植物大战僵尸以后，他就一直说这句话。难道真的是因为我？小雪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大宝哥哥，别伤心，我们还是去找小精灵问问原因吧。Happy Bubble， Happy Bubble， 小妹说的对，你们快去吧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小精灵，你快帮帮小雪姐姐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还是用回忆之镜看看吧。回忆之镜，喵喵喵！哎呀，喝水真好喝呀。黑魔王不能喝，喝水不干净，要喝开水。不干不净，喝了没病。小雪，你别管我。耶，我又赢了。嘿，时间还早，再打一局游戏。黑魔王，别玩了，已经十点了，我们要早睡早起。你怎么来我家了？快走开，我才不要你管呢。我是为你好，黑魔王，你就听我的吧，要不然我就告诉老师了。我现在就睡觉，你可千万别告诉老师。那就好。小雪真烦人，干什么他都要阻止，就像游戏里的戴夫一样讨厌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真的变成戴夫吧，黑暗魔法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原来是黑暗魔王干的，真是太过分了。请之力，小雪你还好吗？小精灵，谢谢你，我没事了。都是黑暗魔王干的好事，害我被妈妈批评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我和你一起去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这个视频吗？我们下次再见。